切，是我看过最坚强的女人，从未听过一丝疲惫。男人，知道吗？我的心好疼。他辛辛苦苦把我抚养成人，期待盼望却换回了孤单一人。这我承认，一分一秒的过去了，滴答滴答，这时间这样过去了，滴答滴答，不应该忽视的，不应该忽略的，早应该珍惜的。这时间到底去哪了？滴答滴答，失去了才懂得无私的爱是难以割舍的。最想不到的一天终于到来了，在这世上生老病死其实都是必经之路，但是妈妈患上了失智症，随着时间慢慢的流逝，我在妈妈的脑海里也跟着慢慢的消失。人生难免都会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，而我呢，最后悔的事就是把我的遭遇发泄在阿姨身上。此时此刻的我只想弥补她对我的爱，我对她的亏欠，然后和她说声对不起。她辛辛苦苦把我抚养成人，期待盼望却换回了孤单一人。这我承认，一分一秒的过去了，滴答滴答，这时间这样过去了，滴答滴答，不应该忽视的，不应该忽略的，早应该珍惜的。这时间到底去哪了？滴答滴答，失去了才懂得无私的爱是难以割舍的。一分一秒的过去了，滴答滴答，这时间这样过去了，滴答滴答，不应该忽视的，不应该忽略的，早应该珍惜的。这时间到底去哪了？滴答滴答，失去了才懂得无私的爱是难以割舍的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在想下个星期周杰伦的 concert， 我想叫我的朋友帮我买 ticket。